第五题，静婷在蓝雅快炒店买了一个猪脚便当，除了猪脚之外，她挑选的配菜包括卤蛋和青江菜，则下列各菜色的成分叙述，何者不属于聚合物？A. 猪脚里的脂肪，老师上课讲过，脂肪是一种脂类，三酸甘油脂，所以呢，脂肪不是聚合物。B. 卤蛋中就含有了蛋白质，蛋白质是氨基酸所构成的聚合物，蛋白质是聚合物。C. 白饭中所含的淀粉，淀粉是葡萄糖构成的聚合物，淀粉是聚合物。D. 青江菜所含的纤维素，纤维素也是葡萄糖所构成的聚合物，纤维素是聚合物。所以这里不是聚合物的只有选项 A 的脂肪。第五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各菜色中的成分叙述何者不属于聚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猪脚里的脂肪。